前墙攻击，上墙攻击，战力必杀技。嗯，我可以连按了，超没感觉，敌人就这样子，哈哈，啊啊，我觉得这个新的疗法非常的快乐。哎哎，抓抓头，啊，爽爽，哎赞，最喜欢被射了啊，嗯，射的真好，哎，头痒痒的，多射一点，继续射，再射再射，啊，太爽了。哎，射，都射，都可以射，想射几次就射几次，啊！干这超靠边，不容蓄力，哦，就飞了。这是前必杀技，电光石火，哈哈，打不太到人，这样瞄很准。对啊，这样瞄很准。这是上必杀技，下必杀技，这好像防御的，应该是那个吧？哦，没有，这有伤害，但我觉得没什么用，应该是防御性角色，啊，防御性技能，看必杀，哎哎，这应该是叫他的飞机来打吧？我猜。南斗 master， 就是叫他战车。好，非常难用。以前就不喜欢这只角色，用处不大。Ready， 皮卡丘看过，皮卡丘还没看过大绝。皮卡丘。那叫皮卡丘大绝。哦，有啦，是变成那个苏贞昌啦，我想起来。好，又变成苏贞昌了。熊熊看到苏贞昌就想起来。看路卡利欧。路卡利欧。嗯，高人气格斗系角色，战力普通攻击，然后前攻击，冲刺攻击，好，下攻击，下攻击这样，跳跃下攻击，跳跃攻击，跳跃上攻击，然后蓄力，双撞掌。下墙攻击，上墙攻击，都是格斗中。然后必杀技，好像波动拳。嗯，上必杀技，他落地好帅。我这招看起来打不太到人，就是应该是打空中的人吧，不太实用。然后是前必杀技，清透技，哎，哦，这是抓技啊，没抓到人的话会往前撞，有抓到人的话会变抓技，这样蛮强的。下呢、哦？大概又是反击技之类的东西了。哦，那该不会也百万进化吧？哦，干，真的也是百万进化呀！嘎多塞呆！哦，好帅啊！就是很纯粹的百万进化。就能力强化而已吧，我猜。啊，人嘞？
哎哎，大哥下来哦。纯粹百万进化倒是有点普通，就是。哎，他竟然会讲人话哎！好 ，Ready, Put it。以前是 Put it。我比较喜欢 N64 那个版本的皮卡丘，不再摔三下。布丁，布丁前攻击，布丁，胖丁跑步攻击，胖丁蹲下攻击，胖丁上攻击，胖丁也可以跳五次，胖丁下墙攻击。胖丁前墙攻击，就踹你一脚。胖丁上墙攻击，就摔你一下，这样没了。胖丁必杀技，按住可以蓄力哦，放开会怎么样呢？啊，就撞你一下。胖丁前必杀技，就是敲你一拳，干超偷懒的，做点事好吗，胖丁？前必杀技就这样，啊，下必杀技，睡觉，看可以冲三角，这补血能力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还是有反击能力，这应该是有反击能力吧？我猜，啊，胖丁上必杀技，干胖丁上必杀技不能跑，要怎用飞的？你被打出去，你除非飞回来，不然就吃自己。有没有？这是胖丁上必杀技，唱歌让你睡觉，多恐怖啊！先让你睡着，哦，来小你。子宫像游戏，这叫从小开始呢，就教导孩子们，首先你要先唱个儿歌，让你讨厌的人睡着，干死他，是不是？多猛啊！啊，当然你也可以唱个歌让他睡着之后呢，抓起来打，有没有？好，摔一下，哎，很猛很猛，啊，大家一起睡。吓死了。好，胖丁大绝。看来是个梦结局，太猛了！梦到自己变得超大只，把所有的那个敌人全部推到画面外，吓死我！点口卡，嗯，忍者蛙出现啦！忍者蛙，他那个围巾是他的舌头，超恶心的。有没有看到他这个围巾围在脖子上面，看起来超帅气，结果那是他的舌头，吓死我了！砰砰砰砰砰砰砰！站立普通攻击，啊，蹲下攻击，好，跑步攻击，甩一下，站立上攻击。就这样，站立普通下攻击，哦，踩人欸，好猛哦！而踩人之后不能再跳了，对，这要是固定的，踩了之后不能做位移，除非你有踩到人。哎，就算你踩到人也不能做位移，他就弹出去了，有点危险。好，来看这个强攻击，前强攻击，哦，水手里剑。就是他会在手上弄出很多水，借以进行攻击，下墙攻击，上墙攻击，哦，就这样，没什么特别。看必杀技，站立必杀技，
就是手里剑可以蓄力，可以投掷，然后蓄力，然后前必杀技，哦，瞬移到后面打你屁股。我好像不是瞬移敌人的样子，就是前面的方向而已。除非你前面有敌人，这应该类似抓技。对，然后下必杀技，好，一看就知道是反击技。上必杀技，哦，这个水柱，高压喷普。看一下他的挑衅好了，有没有恶心死了？哎 ，Hello， 我们以蛇交心，舔你几口，恶心死 ！Cool， 看一下必杀技，希望他的必杀技可以帅气一点，不要又是百万进化。哦，有，帅多了，帅多了。超他妈帅，太屌了，比路卡利欧好看多了，至少不是百万进化，看了就烦。Yeah，Nice， 这也是很旧的游戏耶，这个我就没玩过。Nice。他以前我觉得最难的就是，他如果要飞的话，好像用这个东西去顶他的屁股。对对对，啊，用这个去顶他屁股。以前我不会玩这只的原因是因为他跳出去之后会飞不回来，然后用这个去顶自己的屁股，啊，没有顶到你就飞不出去，超靠边。好了，先一招一招看，站立普攻，站立前攻击，冲刺攻击。上攻击，上攻击这个，下攻击，好，有没有踢脚趾？小孩子专用。然后是下墙攻击，溜溜球，前墙攻击。哦，干，真猛哎！小时候就知道他妈打人要用棒球棒。上墙攻击，然后必杀技，站立必杀技，哦，也是遥控型的，遥控型爆破，要按两下，哦，前必杀技 ，Begin Fire。就是丢火焰出去，静电立场，这个大概是反击技或推移技吧。嗯 ，TK Fuck， 因为这也是遥控的，然后没有那么好用，真的打到还蛮强的啦。可是因为真的是没有那么方便，再来这是要拿来顶自己屁股，超难顶，是不是？没顶到就完了。那个时候是因为不会顶，真是看不懂。哎哎，有了有了，哦，这可以自己操作哎，钻石星辰，它可以自己操作你要射击的位置。预设是正中央。看我们的 Captain Falcon， 我以前最爱玩这只啊，简单好用，攻击力又强。Captain Falcon， 很快的重量角色，也没有很重啊，就是比较快而已。站立普攻，是不是帅？出自 F-Zero 那个赛车游戏，妈的，任天堂自己做出来一个超级血尿的赛车游戏，有够难玩，干！
这是跳跃下攻击，也是踩人用。哎呦，跳不跳？呜、哦！然后站立下攻击，踢脚胶，前攻击、哦，这是强攻击，站立上攻击是这个，然后看蓄力攻击，是不是 ？Falcon Kick， 这是还好的，普通的 Falcon Kick， 法鲁克肘击。法尔空向上踢，然后看必杀技，大家最喜欢的 Falcon Punch， 哦，超爽的，随便敲随便死，Falcon。法鲁空重击，哎，法鲁空 kick， 是，自杀技，法鲁空 punch， 这个，他的上必杀技是这个抓技。因为他本身就跳很高了，所以他这个就会比较短。都抓到人打出去，伤害超高的。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是那个谁啊？卡比吸到他的时候还蛮可爱。然后。大绝就是叫他的赛车撵人家，超恶意的必杀技，叫自己的车来撵人家，超变态。不知道能不能选？哦，可以可以。打错了，超可爱。装可爱。Ready。然后这个没看过大绝，看一下。我先上个厕所，好想尿尿。
耶，这个是动物之森的主角，他是玩家制定的，然后预设的官方形象就长这个样子，叫做穆拉比斗，但是他是玩家自己设定的样子，就是，所以长什么样子是不一样。右边是皮克敏星球的皮克敏，跟他后面的那个奇怪的外星人们，这个玩法有点类似那个叫做什么？那个神奇超人101那样子，就是你会操作一大群人，然后来进行一些动作。先来看一下动物之森专有角色，是不是？身为一个动物之森的村长，玩家扮演的是那个村子的村长啦，你也可以叫村人，就是，然后就是这样。身为一个村民，哇，揍死人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有没有？身为一个村民啊，拿雨伞敲人也是理所当然的，是不是？假装跌倒，啊，有没有？假装跌倒，然后把这个幼苗拿来砸人啊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你看他笑得多灿烂，是不是？啊，下扑攻击有没有？哇，假装要拔杂草，哇塞，动物之森大家最喜欢拔杂草，是不是？哎，拔杂草，哇！连他妈人身都拔掉了 ，Hello， 你脚边有杂草哦，哇，这场小子也太恐怖了，这是蓄力下攻击，哇，帮你挖坟墓，哎，哇，人身一级，好，然后上攻击是拿树根在天上甩，哎，把树根放在空中甩啊。好，来看蓄力攻击，蓄力下攻击，有没有活埋？哇塞，干什么？Hello， 我屌下有个洞，小心哦！妈，直接把人家挖进去埋啊，吓死人了！身为一个村民也是理所当然的，蓄力前攻击，是不是？拿一颗铁球放在人家头上，准备放掉也是理所当然的，正常正常。哎呦，给他洗脑，干这角色太恶心了，吓死！哦，蓄力上攻击，放烟火咯，哦 ，Hello， 我在你脚边放烟火，你应该没有意见吧？必杀技一啊，战力必杀技。哎，有没有？是吧？有吧？哎，啊，十之八九是那个反击技，就是那个飞行道具吸收技，大概是他丢什么东西过来，我可以吸起来丢回去之类的。然后前必杀技，好，身为一个村人啊，骑着这个，我到底是啥小撞人家脸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哎，你好，见面礼，礼多人不怪。哎 ，Hello， 有没有？吓死了！而且你还可以不骑上去，实际上是可以不骑上去。哦，是这个耶，好酷哦！老游戏，更超好玩的。老游戏再利用，这个叫什么？忘记了。这款游戏应该是有名字的。今天玩的那一块，哦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身为一个村人，种一棵树也是理所当然的，还可以打。哎，这个是下必杀技，下必杀技啊，有没有？种个树苗啊，浇浇水啊，干吓死我了！为什么这个角色可以这么恐怖哦？快吓死哎！是不是？先在你脚边呢放个树苗。哦，然后再浇浇水，有没有？啊，浇完水之后呢，我们就有铁铲 ，good， 哎，不是，也是斧头哎，干拿斧头出来敲人哎，吓死我了 ！Hello， 浇个水啊，还可以砍柴啊，浇水砍柴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哎，啊，砍柴。
干人就飞嘞，吓死我！任天堂都没有发现到这一点吗？妈，这个角色面露微笑杀人呢、欸！看一下大绝三角。哦，大绝是盖房子，也盖好啦，我们有自己的家啦！就爆炸！天哪、啊，盖一个炸弹房子哎、欸！然后盖好之后还可以拿来杀人。哇，盖一个家啦！干，太恐怖了！我真的觉得这游戏很恐怖哎、欸。哇，今天有个新人，我们帮你盖一间房子，住进去吧。你就爆炸！而且没有注意到角色眼睛会发光吗？杀人的眼神。跳跃攻击还有弹弓哎、欸，看似人畜无害，有没有 ？Hello， 盖房子咯，你看他眼睛杀人的眼神，盖好啦！我快吓死了，我不敢玩了。小朋友玩这个没有问题。Big Man the Animal。好，现在我们有皮克米啦，哎，对手也是皮克米呢。这个应该有他的那个特殊能力，只是因为我没有玩过皮克米星球骑士，我知道这款游戏还出到三代了 ，Wii U 上面有，然后我没有玩过，一代都没有玩过。先看一下战力普攻。就是烤两下，啊，站那个蹲下攻击滑垒，用头去顶人，然后前攻击是大颗一拳，看一下跑步攻击，白攻也是滚一下，啊，上攻击这个才是长攻击，哦，蓄力前攻击，哦，就用皮克敏去揍人，是不是？用一个外星朋友去揍人也是合情合理，然后下强攻击。好，其实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。然后就是叫两只皮克敏左右攻击这样，然后上攻击，对，用一个皮克敏把敌人往上拉，也不是皮克敏，就一只外星人啦，皮克敏是这只啊，是自己。然后跳跃攻击，跳跃攻击是这个旋转跳跃下攻击。拿皮克敏去丢人，我都把那叫皮克敏，其实那是外星人了、啊。哎，我记得还有一个专属名称，我忘记了。干、这个人是不是在洗我屏啊？一看一下聊天室，就看到一个乱码，先变掉再说，太恐怖了。必杀技，好，必杀技不知道冲三小了。下必杀技，前必杀技。哦，叫皮克，叫那个小只的